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安娜黎。你是否曾经幻想过自己有一座城堡，每天住在里面的同时，还可以操控它移动到世界各地的角落冒险呢？今天要介绍这款洛伊的移动要塞 Fortress Saga， 你将会跟着属于自己的移动要塞一起探险，结交各式各样的伙伴，闯达广阔的世界。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款什么样另类的 RPG 新作吧。在这款洛伊的移动要塞 Fortress Saga 中，你将参与世界树种子寇勒和英雄后裔洛伊的冒险游记，并打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要塞。在游戏中，你将会和会移动的要塞一起探险副本和广阔的世界。玩家们除了可以客制化自己专属的要塞，还能与各式各样的英雄们结交成同伴，体验收集攻击手、坦克、捕食等各种英雄的乐趣。本作主打放置类要塞养成 RPG 的玩法，不管是吃饭的时间还是玩家们入睡的时候，英雄和要塞仍会不断成长，不仅方便快速，而当你想认真体验世界观时，游戏还备有全程配音的剧情内容，玩家们将能从中享受英雄间的有趣对话。透过新艺术风格的独创画风及生动的动画，细细品味洛伊的移动要塞 Fortress Saga 与众不同的游戏乐趣。游戏已于今日正式上架，赶紧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一起到游戏中冒险吧。